你了解了解王阳、苏鸿章、王敏、栗战书、曾庆红、田惠宁、田惠宇、田国立、康点、任志强、董红、周亮，所有你在海外媒体看到那些所谓国内关于政治的问题，都是被共产党他们控制的，完全是帮派斗争。真正的大赢家曾庆红，所有的中国的变数开始了。曾庆红的儿子曾维、蒋梅，他的孙子曾祥天，孙女曾祥月，100%弄回去。戴永革的所有的海外资产和他家人，包括他姐。都得回去。如果这些人没回去的话，习近平过不了今年的春节。今年的春节前，习丁、王岐山、孟建柱、曾庆红、栗战书，这里边一定会有人倒下。李克强和王岐山关系绝对超过了习。李克强没有任何军权的，李克强如果要上去了，那是王岐山赢了。只要王岐山完了，100%李克强也就完了。